大家早安，让我们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崇拜。请低头祷告。天父神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自由、拥有、全能、伟大的神，是配得称颂和赞美的神。你差你独生爱子来世上救赎我们，彰显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感谢你。求圣灵帮助我们。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敬拜你，主啊！新冠疫情还在全球蔓延，求你继续赐下怜悯，医治受感染的病患者，安慰受伤的心灵，并将平安赐给他们，使他们不再忧愁和胆怯。主啊！求你赐智慧、勇气和信心给各国的执政者和政府官员。使他们有效地去防范疫情的扩散，洞悉民情，安稳人心，使每一个地方的国民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因疫情的关系，有些弟兄姊妹面临停工、减薪或被裁减，在生活和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。主啊，求你供应和保守，让我们经历你丰富和奇妙的恩典。主啊，今天下午是我们教会的周年会员大会，是第一次以网上和实体混合方式召开的会议。感谢主在过去几个月带领和看顾一切的准备工作，求主你继续的保守开会前网上注册的过程，以致会议能够准时开始，并顺利的进行。我们也将要决议的事项。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帮助我们放下神学观点的分歧，而看重仆人的恩赐、训练和恩低传福音的需要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所决定的都合乎你的心意，讨你的喜悦，更蒙你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去领受你的话语。在生活中见证你的大爱，我们同心祷告祈求，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
讲到的经文是《生命记》六章四节，请听我读：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三一神，讲员是 David Chung 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已经有5个多月没有见面了，大家好吗？我听闻有些弟兄姐妹说，他们很喜欢网上的主日崇拜，觉得很方便，星期天多了时间用，有些觉得减小了压力，因为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礼拜堂。其实有可能网上的主日崇拜真的很方便，使我们多了时间用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网上的崇拜是不可以去取代实体的崇拜的，因为在教堂里，我们不但可以一起去敬拜侍奉神，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去有团契的实践，彼此建立，一起去经历神。所以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回到礼拜堂，一起去敬拜侍奉神。继续有团契的生活。今天是我们教会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崇拜以后，我们就会举行一年一度的会友大会，去拣选新一届的执事。这一次的大会对我们国语事工来讲是特别重要和有意义，因为我们会决定会否去聘请我们的国语传道人。所以，如果你是教会的会友，请你一定要参加，一起去为教会的未来做去决定。让我们一同去仰望主，一起依靠跟随他。从7月开始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，那就是北雪的信仰。我们的目的，是希望所有参加北雪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。所以，我们有看过圣经的可靠性啊，天父神啊，耶稣基督啊，圣灵啊，教会啊，救恩啊等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会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那就是三一神。三一神，或者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。三一神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很难明白的，原因是在逻辑上好像是一个矛盾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加一加一是等于三，但是三一神好像要我们接受相信一加一加一是等于一。这是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，明明是三位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为什么我们会说只有一位神呢？三位神，三位一体又名 Trinity，既然是三位，又怎么可能会一体呢？其实，我们一定要承认。严格来说，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三一神。我们从圣经里是找不到"三一神"这三个字，而且"三一神"这概念是由主后3世纪神学家特土良根据圣经整体的教导去提出来的。那么，"三一神"的定义是什么呢？三一神简单的定义就是，只有独一位的真神，但在神本体的独一性里面，有三位同位永远存在，而且又同等的位格，他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，但是位格上却是有分别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相信的神，他是独一的，但是这独一的神，它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而且这三个不同的位格的神是同一的真神，明白吗？有困难哦，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祈求神去帮助我们。让我们先祷告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圣经有什么的教导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机会去听你的话语。当我们要打开你的圣经时候，我们求你的圣灵去光照我们，
让我们明白你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上一神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我们看完整本圣经都找不到"上一神"这三个字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，就是上一神的教导是的确在圣经里的。让我们现在就来看圣经到底对上一神有什么的教导。我们相信圣经说，只有一位神。首先就是圣经在《生命记》，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念过《生命记》6章4节，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这里摩西好像要告诉以色列人，要他们清楚知道，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是独一的主。这跟出埃及记20章是同一个教导。出埃及记20章23节这样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”不单止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哥林多前书新约圣经8章6节说，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，所以无论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，都是同一个教导，我们只有一位神。但同一本圣经也有多处教导我们，这独一的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而且他们都是神。在圣经里，天父有很多不同的名称，有耶和华、有神啊、上帝啊、天父啊等等。圣子也有别的名称，好像耶稣基督、人子、道、神的儿子、救主等等。圣灵的名称呢，都有很多不同的名称的，有神的灵啊，有大卫士啊等等。圣经有提到圣父是神的经文，包括创世纪1章1节，这里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里开宗明义告诉我们，宇宙万物都是圣父神所创造的，而且这位圣父是子又拥有的，他是以色列祖宗的神。出埃及记3章40-45节说，神对摩西说，那自有永有的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，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的神，你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差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虽然人会过去，但是神永远活着。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呢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都已经过去了，但是神仍然存在。这个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，乃是愿意与人启示自己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欲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原来这个神是很喜欢与人沟通，告诉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。那这就是我们所相信所认识的圣父，我们的天父神。圣父是神，圣子也是神。以赛亚书9章6节这样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。这个全能的神，约翰称呼他为道。约翰福音1章1节说，太初有道，
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里约翰说明，这个道是耶稣，他是神，而且这位神是我们的救主。犹大书24到25节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救主是独一的神。耶稣也宣称他自己与天父原为一，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当中，这样耶稣这样说：“我与父愿为一。”这里很特别，耶稣并没有说“我就是父”或者“我与父是同一位”，没有，反而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一。”英文的翻译是 “I and the Father are one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一方面告诉我们神是只是一位，所以是用了单数一；但另外一方面是复数的原为二。换句话说，约翰在经文中所采用独特的用词和安排，为着要指出耶稣与天父的在本质上 substance 上是虽然是同等。但在实质上，却具有不同的位格。耶稣不是天父，但是他们同一是神。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。创世纪1章2节，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这里所提到神的灵就是圣灵。而且这个圣灵引耶稣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，在马太福音所告诉我们，这里告诉我们最当时的最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是神的经文，就是在使徒行传5章3到4节，彼得跟亚拿尼亚说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是你欺骗圣灵，把卖田地的钱市价留下一部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钱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会想这样做呢？你不是欺骗人，是欺骗神。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。圣灵就是神，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。我们看到圣经所提到神是一位，但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而且在圣经里多次提到三一神都是同一个时间出现的。我以下会提到5段经文，都是教导我们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同一时间出现的。第一段，当耶稣在世，洗洗约翰曾经为他受洗。当耶稣从水里上来，圣经马太福音3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，天父然为他开了，他看见神的灵降下，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。这时天上有声音。就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这里我们看到三一神同时间出现，我们看见圣子耶稣刚刚从水里出来，然后我们看见圣灵，神的灵如同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，最后我们听到神的声音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爱的。这是第一段，第二段是耶稣升天前给了门徒一个大使命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里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有三一神的存在。耶稣吩咐门徒要奉父
子圣灵的名去给门徒施洗，证明了善意神的存在，善意神的真理。第三段，牧师很多时候都会用这段圣经来祝福的。哥林多后书13章13节说：“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”这里我们也看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神同一个时间去赐福给我们。第四段，前三段都是新约圣经的。我们来看旧约圣经，都同样教导我们有关三一神同一时间出现了。在创世纪1章26节这样说：“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世界。”原来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三一神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人的。最后一段。善意神的教导在圣经一开始就可以看见了。创世纪1章1到3节这样说：“起初神创造了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深渊上面一片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这里提到圣父神创造天地。神的灵，圣灵在水面上运行，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神的话，神说就是道，就是圣子，是带有能力的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创造的时候，善意神是一起合作创造这个天地宇宙的。所以。圣经虽然没有提到善意神这三个字，但是善意神的教导明确的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但是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却又是那么的难懂。我们明白吗？这样，三一神的教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呢？让我们现在一起探讨三一神的教义对我们的帮助。第一，明白三一神可以帮助我们，辨别异端。教义就是一个准绳，帮助我们辨别异端。如果我们明白善意神的教义，就不会被异端所骗。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异端，是违反了圣经对善意神的教导。好像上神论，上神论相信有上位神，这是违反了圣经所教导的，我们的神只有一位。哦，又好像亚流主义，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，所以耶稣不是神。他是被创造的，也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。那好像撒波流主义或者末世论，他们教导的就是他们基本相信神在不同的时代戴上不同的面具。在旧约圣经，神戴上了圣父的面具；那然后新约初期，神戴上了圣子的面具。现在。神是戴上了圣灵的面具，这也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。这一切都是异端，因为他们否定了善意神的教义。但感谢神，教会因为这一些的异端，经过讨论研究以后，在大公会会议中肯定了我们的信仰，就好像在主后。325年，教会肯定了基督的神性，而在主后381年，教会肯定了圣灵是神性，圣灵的神性和接受善意神的真理。其实明白善意神的教义，帮助我们
认定我们所信的是与神为本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我们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是神启示而来。若不是神启示，我们就不会认识，就不会明白上一神的真理。其实有很多人尝试用不同人间的方法去解析上一神的教义。比方有人会用物质不同的状态去解释，好像水，水是 H2O， 固体的时候是冰，液体的时候是水，气体的时候是静气。这样的说法能够解析 H2O 可以有三个不同的状态出现，但它们不能够同一个时间存在，所以不可以解释上一神。有人会用太阳的光、日、能三种表现去解三种的表现去解释上一神，但是三种的解释有问题。虽然太阳有光、日能，但是光不是太阳，日不是太阳，能也不是太阳，所以也不可以去解释上一神的真理。又有人去用惯系去解析，那好像呢，我们英国的王子 William， 他同时间是 George 的父亲、Catherine 的丈夫和 Charles 的儿子，但这个说法就好像摩氏轮一样，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惯系。也不可以去解释上一神的教义。总话来说，世上的比方，神有困难去解释上一神的道理。曾经有人说过，所有对上一神的说法，都是说明一件事，是不可以去用世上的事物去说明清楚三一神的真理了。如果人能够用人间的事物去解释三一神的定义，那么三一神就是属于地上而不是属于天上的真理了。所以这样说，三一神的教义就是神他自己去启示我们，是以神为本，而非我们人可以说可以试想出来的。上一神的教义让我们明白人需要群体，因为神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造男造女，而上一神从亘古到现在都彼此有完全的交流和团契。我们是神创造，也是需要群体的生活，这是我们有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可以实体的在一起，我们有网上的崇拜，这不是最理想的，希望很快我们可以回到礼拜堂，我们一起去敬拜神，继续团契的生活。另外，上一神让我们看见人人是平等的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好像上位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三一神，他们是同等的，他们都是神，但有不同的位格。这样来看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。平等并不是异样的意思，很多人今天轮恼了这道理，所以要求人人平等，就是男人要做女人做的事，女人要做男人做的事，这是错了。人人虽然平等，但是有不同的角色。所以希望上一神的教义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人人平等，但个人有不同的角色。另外，爱与合一是应该相提并论的。从上一神我们看见合一，
这是因为圣父甚至圣灵他们彼此相爱，而正正因为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可以完全的合一。今天为什么教会有困难合一呢？是否因为我们缺乏了爱呢？同样，如果我们很难彼此相爱的话，就好，这很难可以合一。上一神让我们明白，要合一，必须要当中有爱。明白上一神能够帮助我们敬拜神。约翰福音4:24说：“神是灵，所以敬拜他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”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敬拜好像是要靠自己的心灵和诚实。但其实，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，心灵不是指我们的灵，而是指圣灵。诚实也不是指坦诚，不是我们很诚实的意思，不是。这里是指神的真理或者神的话语。其实心灵是指圣灵，诚实是指真理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敬拜不在乎我们，乃是完全在乎神。他向我们启示，就是上一神，我们就应该呢，就是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三一位体的真神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教导我们，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也是神，但只有一位神。还有圣父不是圣子，圣子不是圣灵，而圣灵不是圣父，但只有一位神。所以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，就是我们相信三一神，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明白吗？还是不明白？那希望生命记29:29可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现在就用这节经文去解释今天的信息。生命记29:29这样说：“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神的；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为要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，但是现在神已经将三一神的真理清楚在圣经里教导了我们，让我们去明白、相信、遵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三一神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，而是一乘以一。乘以一等于一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天父，我们有你的话语，有圣经去教导我们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我们所要敬拜的，我们所要相信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去，依靠你，去相信你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真理。虽然我们有时候觉得很难明白，有时候觉得呢，在这个逻辑上是有矛盾的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就是相信神你的教导，这个是真理，让我们有单纯的心。去接受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真理，那让我们明白了、相信了以后，可以去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更新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感谢你，
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领受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到永远，阿们。请坐，默祷以后我们散会。愿主赐福大家，继续我们1:30见，约定你。